这婚姻通过遐有一个姓的民众黄山国，为着要推广中国传统门联的文化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啦哦。过年的时阵，伊拢会分红包，而且这达包红包内底拢有100块。不过要领到这红包进前，就要先背诗，吸引袂少人去领。民众一日一句念出奖品顶的诗句以后，都马上领到100块的红包，吸引袂少人来排队领取。又带咧文林关土库顶的店名黄山国，为着要推广中国传统的门联文化，已经连续十年分散存一个红包，真好，真有意义啦吼！啊，对咱这个这個、社区吼，对咱这个小所在吼，啊，看看有一寡较闹热的迄个气氛无吼，啊，甲提升一下。家家户户咧搭这个门联，门联就是最精华的文学作品，啊，所以今仔日要得100块。我林土库店名黄山国表示，虽然伊无从事大事业，不过家己因为热爱读古文，每年春节拢会特别写诗句来祝贺国家，也希望现在学生爱加读古文诗句。因为我的寒假作业就是背诗嘛，然后我来这里不仅可以拿红包，还可以顺便背诗呢。黄山国表示，今年除了准备100块百包的红包，会在家己的厝门头前分送给王。另外，也准备588份的美金红包，去年过年初三就会在台北龙山市大门口来分送，就是希望大家会用更加重视传统的门联文化。记者王文林报道。